大猩猩身体强壮，力量无穷，具有强大的爆发力和耐力，它让人不敢轻易靠近。但是在非洲的热带雨林中遇见大猩猩是挺常见的。当遇见大猩猩时，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。如果一慌张，就有可能会引起大猩猩内心不安，比如突然逃跑或者大声尖叫等，这些都会导致大猩猩对人类进行危险的行为。除了冷静外，还要与大猩猩保持距离。这位女士之前就是因为离大猩猩太近了，所以导游会带她到离大猩猩远点的位置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。大猩猩的身高与人类相差不大，但是它的体重却要比人类大得多。雄性大猩猩的体重通常可以达到110到250公斤，所以遇见剽悍的大猩猩时，你能做的只有乖乖的给它让步。此时你可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能力，为了逞威风而挑衅大猩猩，站在大猩猩的身前不给它让路。而大猩猩的性格是比较鲁莽的，这时它也许会一边捶胸口一边向你冲过来把你撞倒。以人类的体格和力量，是很难抵挡得住一只大猩猩的冲撞的。